我大头开始打滑梯喽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嘟，滑下来喽！再来一次，嘟嘟嘟嘟嘟，咦，滑下来了，呜！哎呀，打滑梯打累了，我躺到沙子里，哎呦，怎么越来越往下陷呢？嘿，那我就在这儿躺一会儿休息一下。我熊二今天放学在小卖部买了一个大烤鱼。这四周也没有人儿，这个烤鱼我就在这儿给它吃它，这样熊大就不会知道了。喵喵喵喵喵。啊，我熊二吃饱了回家喽。啊，我知道熊二的秘密了。嘿，我猪爸爸下班喽。我今天买了两个草莓糖，我猪爸爸最愿意吃草莓糖了。佩奇和乔治这两个孩子老是跟我抢，就四周也没有人，哈哈，我不把这草莓糖带回家了，我要在这里吃掉它。咩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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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糖好甜呐！这样佩奇、乔治也不会知道的，回家是喽。啊，我知道猪爸爸的秘密了，原来他们都有秘密呀！屏幕前的宝宝们，你们有没有秘密呀？